近很多话题韩剧续集回归，就让小弟子来帮各位盘点一下啦。首先第一部是今年才推出就话题不断的还魂，在第一季以特别出演的方式出现的高允贞，第二季作为女主角出演引发网友关注。而从死亡镜头归来的张玉，预告中散发的锐利眼神及华丽的动作戏，粉丝们是不是更加期待了呢？보고싶었어요나도꼭다시나타납니다再来，同样是以第二季回归的《酒鬼都市女人们二》，三个酒鬼女人一年后回来，依旧爱酒成痴呀。预告中搞笑扮演起特务。剧情到底会再发生多少无厘头的事，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咯。花采访组整理报道。